伤害最大化的打法。一技能普攻，一技能大绝推，他会帮你打两下普攻，就是叠到两层的印记，回旋推，极限回旋推。什么啦？我看到我行云流水，随着操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冷面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讲兰朵这只角色的所有技能组合的操作示范。兰朵这只角色是我不管在不用艾丽桑 S， 还有现在的一刀 S 的企划当中呢，都是我最喜欢用来打野三分的一只角色。那原因呢，我有在上面这部影片有讲过，那大家还没看的可以去看一下。那首先呢，兰朵这个角色很简单，我们先直接来看他的技能哦。基本上呢，兰朵这角色伤害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他的被动。首先，兰朵的普攻呢可以叠在这个文影，叠到三层之后会额外打这个270的魔法伤害。那只要你技能释放，然后在收回魂灯的时候呢，他的普攻会额外造成一个物理伤害。那这个额外造成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会再多打一下的普攻，所以就代表说，你用一次的技能的时候，他会帮你打两下普攻，就是叠到两层的印记。所以你这样子哦，一技能普攻再一技能普攻呢，就会打到四下的普攻，就会刚好爆了一层的被动。好，那知道他的伤害来源之后呢，我们就来讲解一下他这个技能组啊，有什么是会被限制住的。比如说你今天一技能的时候，你二跟三技能都可以用，但是呢，你用了之后呢，他的这个魂灯啊，还是在一技能的手上，所以就代表说呢，你的魂灯呢的位置呢，就是你原本释放的那个技能的位置。然后你后续再做任何的技能，它都不会改变，除非你先回去之后再开新的技能，它才会有新的这个蝴蝶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兰朵的技能接法，首先是伤害最大化的打法，一技能普攻，一技能大绝推普攻普攻。然后二技能普攻，二技能普攻，那这个 combo 总共下来会打到12下的普攻，因为是三个技能都各按两次，所以会有六次的技能，然后六个技能再打两下的普攻，就是12下普攻。那这个就是兰朵的最大化的伤害的接法。那这个接法呢，是用于譬如说啊，你今天你蹲草，然后譬如说这个井走进来。然后或者是你譬如说对线上你可以贴得到他的话呢，就可以用这个最大化伤害的接法。那我示范一次最流畅的。那流畅的接法就是会变成这样，就是你在两秒内就可以打完整套的伤害。那这个进阶的技能玩法呢，我称为回旋推。那什么是回旋推呢？我示范一次。那这个就是平常实战中很常会用到的一个操作，就是比如说你一技能过去普攻再回来之后呢，你这个时候你再马上发一个二技能，看这个蝴蝶位置慢慢飞慢慢飞，那有好的机会呢就可以马上就是飞过去再回退这样子。因为在团战中呢，譬如说这个蝴蝶飞的时候呢，因为你会同时走位嘛，所以这个蝴蝶它会飞在原本的位置，那通常你在走的时候呢，敌方都会跟着你，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看这个蝴蝶的位置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譬如说回退的操作 play。 那有时候二技能的蝴蝶位置啊，对面会躲啊，对吧？对面不会，有时候不会那么傻，他们会注意这个蝴蝶的位置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譬如说这个操作呢，我会称为它叫极限回旋推。那极限跟没有极限差在哪了？我先示范一次，二技能蝴蝶，
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个就是蝴蝶的位置，没有办法飞到敌人的身后，可是我可以再用一个异技能位移到对面的身后，再把它回推回去。我再示范一次，蝴蝶位置啊，这个时候还没到，有异技能身后。那通常这种操作啊，其实对面都很难反应得了。那这两个呢，都是蓝夺，譬如说在单挑上，或者是在团战上，都是个非常常用而且很实用的一个操作技巧。只要你记得蓝夺的二技能呢是它的核心呢，所以呢，通常啊，譬如说你看到人啊打团战，都可以先开一个二技能，看一下这个蝴蝶的情况。然后再去做下一个的进场，或者是你想要操作都可以。好，那学完这三个小技巧之后呢，我们就马上进入实战的影片。我要去世，我要回家了，各位。又去世，看看我的血量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了，刀锋？真的是帮我吃素的，是不是？我吃肉的啦。吃素的是不是？我吃肉的啦。秀烂秀烂，秀烂秀烂。这屠人在干嘛啊？在想我。可惜，超人被他。哎、欸，他还不见了。退走了。他还不见了。欸靠飞干被魔龙晕，是有吃到。你刚刚是没下制裁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制裁。哦。欸我没去哦。可以吧？全杀了吧？干，差一点。我用我的肉身换取这波团战的胜利。这鳗鱼很欠点。干嘛？这鳗鱼在干嘛？哎，我完全看不懂准凯哥在玩什么。为什么？牛逼！三只。哎，我这边可以蹲呢。哎，我这边很多只，你们要不要考虑过来一下？我的瑞克后面了，我瑞克后面，瑞克后面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好。我这波真的修吧，真的是修吧。好。好。我没有在骗你。好。没问题。四连杀。哇哦！万兵线，注意了，吃不到了。行吧，我这蓝夺。行吧。我吃不到兵线。行，肯定行。五连杀，时间有点久了。可惜，不是下路直接打吗？我龙都放下路了，你说呢？怎么啦？我看到我行云流水谁的操作？哦，没有，是行云流水。六六六，哎，尴尬，我一个。哦，别再扭了！真的假的啦？哦，终于有一颗头了，我要哭了。有没有觉得跟我打时间过很快？没有，我只觉得我好饿。你的餐应该到了吧？还没，电话还没来。哎、欸，超人神推，超人神推！哎、欸，可以了，刀锋先杀，超人神推。欸、漂亮漂亮，进、哦、军！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可以耶，可以一波哎，哎、欸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！哇，这超人很，哦，这超人打得很好，超人太，真的真的，先清兵，先推塔，不错。你干什么？我没有兵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兵，太要死！
受爆受爆受爆！我杀两个C位，我杀两个C位。四血攻，哎，我四血攻啊！我屌受两个C位啦，可以了吧？能赢的吧？能赢的吧？我觉得你们先把控卡推掉。赢了赢了赢了！又凯威了一把，赢了赢了哦！聊天室给我刷六六六，谢谢。哎，我打38%哎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跟你打，我的射手从来没有超过30%过。